请支持中国国民党。政党票请支持第12号台湾民众党。抢购政党票，蓝绿白不分区榜首带队抽签，号次正式出炉。恳请各位台湾的国人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6号民主进步党，让台湾稳健前行。我们非常高兴抽到第9号，这个易经呢、最大的阳数是9，中华民国长长久久，一二一二，坚定向前。号子出炉，吉祥话满天飞，中选会热闹滚滚。抽签前，黄珊珊与各政党寒暄，甚至也和韩国瑜握手致意。两人未来有没有可能合作，争抢立院正副龙头？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抽签，跟大家报告，也寻求各界来支持。欢迎大家12月23号凯道晚上7点一起来参加我们国民党办的中华民国。长长久久。韩市长是因为他在市政府的时候，我也跟他熟识哦，所以我刚刚是说好久不见，那大家一起加油。其次的部分，我们当然是很乐观的评估，希望都应该有双位数以上，当然实习以上为目标。民众党评估2024不分区有望突破上一届50席，成为国会第三势力。国民党、民进党不分区则以当前13席为低标，期待冲高政党支持度，让不分区席次再更上层楼，国会力拼单独过半。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政党票能够维持国会稳定的过半，维持第三届的过半，让所有的立委也能够保持我们现在的团结的路线。三强鼎立，冲刺提升政党支持度，各凭本事。镜新闻谢贤、何坤元、刘威庭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